少侠，你不该来。当年沈从粮草一役，本是我方将士大获全胜，可是消息传到枢密院，就变成了全体阵亡。肯定还有隐情。刑部调查不成以上，限期10日破案。 行动迅捷，体态如狼，牙尖长臂，凶悍无比。在你身上都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是武器。来助我的剑士，就是要辅佐他的主人。去你的狗屁主人！今天都要铁证！ 为了几个人的私欲，就把天下百姓安危给不顾了吧？不要！大丈夫的险恶一生，不做半个时辰的大英雄，白马，你要命！